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阮是你可爱的女风中梦，生做是苦水苦淡不阿爽。正对，倒对，正对，倒对，正对，倒对。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啊，阮是你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苦水苦淡不阿爽。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我扮江南 star， 老师啦，啊啦，吼，你连山咧地动安尼吼，惊到要下牙咧呐。是啊，咱乡亲那边老婆山，你要紧无？也应当关心一下啦。这个、地动吼，这咱无多片面的嘛吼。哎、欸、对。那么为着咱的安全吼，恁来像咧带大老岁人，你莫走出来啦。袂扶持啊，唔好坐电梯啊！啊，忙坐电梯。哈！啊，你唔好走出来，咱顶悬的物件搞到了，颠倒危险。嘿，袂扶啊！啊，一个手尔，几秒钟啊，尔。对，你爱安怎爱学用啊？爱安怎手机啊？客客哩，水客啊，一罐水。对。啊米啊，然后安装无滴嘞，啊管你都棉被更诶，更诶大棉被哟。啊，倒咧壁角诶，也是咱咧眠床开，眠床边啊无。倒哩，伊物件落去坐哩吼，较袂去跌着。哎，哎，帮我喊，帮我摇啊！啊，嘿，哎，无多，无多，无多走啊，无多走啊，啊，那是咱啊，住透天的，咱那会当个走去二楼，二楼走去三楼安尼啦。好，哎，走往上面跑。往上，地当爱走顶管去，你那住含落来，咱离顶管较袂危险。好是安尼啦。你那为走一跌落来，顶管含落来，咱走无路。哦，啊，那是住哩一楼，赶紧冲出去。哎啦，咁是安尼。哎，外口人受控化东西冲出去，啊，你那是那是无控化。哎，危险嘛！搿种物件捡落来，有当时啊一挂花卡，有诶无诶，一整啊夹碎落来吼。对对对，哎，真够危险啦！啊，希望大家拢有张平安啦。啊啦啦，是啊是啦。所以哦，即有当时啊，即天灾人祸诶，介歹讲啊，咱拢爱保一个平安就是安。哎，是平安就是福啊咧。平安就是福啦。哦，咱诶平常时，咱得爱做挂善事。哦，啊神，好人都有好报，当然，诶，咱得安尼做，啊，大事化小，啊，小事化无安尼，啊，希望大家拢总会当平安。是啦，无牛慈悲保庇大家啦，身体健康平安无代志啦。哎，是，尤其是咱即届有主政已经吼地震完啦，哎，啊，所以呢，咱也主政就是那个多迄，头多迄个六点八，哎，六点八，上大主政啊，对啦对啦，哎，六尾吼有了小小可能是刮余震啊，余震呢就袂很多啊，好，哦啊。啊，昨天的竟然是前阵，哎呀，啊，今仔日的这个地震，咱华人的朋友有灾情，有灾情出来，嗯，啊，希望咱那人工，咱都那是大家做会到，咱尽量干，会当个干倒下手，哎是，哦，嗯，哎，好啦，好啦，咱今麦看新闻安那报啊，看政府安那做啦，哎对对，啊，那是咱民间啊需要爱出动的，咱嘛是爱呢，尽淡薄啊，咱的。
一个一份的力量啦，吼。当然咯，那咱即卖是吼同道同命啊，对不？啊，对啦，对啦。老师，啊，咱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对啦。哎，要带咱大家呢吼来看吼，进入那个时光机啊。哎。哎呀，要看呢吼，咱的背工作呢吼，大家人呢叫你啊呢虔诚呢来拜咱的背工作啊，对啦吼。来，这个是呢要求财嘛。来，咱这有求财。求财的。啊，有来行钱的。行钱的。啊，嘛有人啊，哎，补财库的。补财库的。哎，啊，当然拢，咱要讲开就是安喏。啊，去还愿的呀，那个地方。啊，哎，一定要行，不要紧的。继续行，拢继续行。好哦，所以呢，吼，有足侪老婆在千里迢迢来个，这样个是呢，要来求一下备工作哦，可以呢，有一挂福气啊，你啦。是啦，是啦，是啦。啊，有求有求必应的啊。咱你心诚诚灵，有求必应啊！哎是，咱都要有迄个诚恳的心啦。对，咱其实哦，咱别工作拢感受会到。你有迄个心，伊拢感受。老师，你叫我造呀，你得够厉害了，好不好？叫这个无卡引导。好呀嘞，好。哎好，但是呢，咱老婆上次你讲啊吼，要落多腰腕呐吼，要去补财库那个无多，要拜咱别工作嘛无多嘞，怎么办呢？补财库，你看像咱诶。迄真侪咱的遮个先生大丁吼，对，迄大家拢足踊跃的来补财库。哦，财库补了后，大家拢安尼，算讲哦，钱最有靠挖，钱最靠挖，做生意的就加压力去啦。嗯，哦，那是有咧算数字的，就较顺势啦。对，哦，那是讲哦，咱啊做官的补财库，嗯，你会升薪水，会升官，升薪水，哦，刚。增加咱工作的工费安得滴啦。对啊，所以你看我爱人生现在呢，哎，这点咧培养我长哦。人生现在内面的人咋咋赞呢？好，你甲看个怎样嘛？有图有真相嘛？这你咱家己的所在。好，咱的培养我长。这未去共放开掉。哦，你咱家己的所在。人济不要紧，有那家停车位嘛，介快。哦，足快。有辆车吼，十只来，二十只来，拢个无问题。三十只也无问题。完全拢无问题。啊，是啊，是。嗯。哦，所以咱别工作啊，介灵感嘛。对。啊，来保庇人啊！咱迄个补财库，咱要讲个以前哦，我咧补财库是一月日上少一定爱补两遍，补两届财库。那不是初一十五，就是初二十六嘛。哦，跟咱咧做嘅是同款的情形哦。啊，我以前咧打开始的时候咧补时啦，甲别讲啊补杯。我讲啊，我补一分好，无补咧无杯，啊无两分补咧无杯，三分补咧无杯，补到五杯，迄阵我都补到第九分。哦，爱补在个，爱补九分。啊，因为安尼就是表示讲啊，你咧做生意，你欠较济，欠较济，啊，所以我就补较济。哎，啊，有影咧补咧，你也讲顺时开。哎，怎啊咧？啊，咱大拢看有滴啊。嘿啦。啊，佮讲者较粗嘴，按怎个咧？咧做生意吼，各种凭良心的咧，佮无趁钱的咧，佮无趁钱的啊别工作，你讲伊嘛是咱报比较好的，做顺利的啦。哎，免咱报财库咧。一分300块啦。300块。咱老婆说，咱免两分啦，咱一月你一摆得。一个月报一届财库300。啊，三百，咱老家里孙啊咧做生意的，还是咧做业务的哦。啊，是讲哦，有咧咧外口咧走总诶，咱有帮伊甲补些财库，好，安尼伊趁钱诶机会较悬。对，啊，你即卖个当卡接通电话，有老师清楚做点服务哦。啊，对啦，对啦。所以呢，咱电话靠通了后咧，啊，咱小姐伊会抄你诶电话地址姓名，嗯，啊，然后伊会寄单互你。啊，你若收到单了后，咱来去西门全家 OK 莱尔富德蛋糕啊，拢免签名，免登记，那免取消费哦。是啊，所以你咧补财库300块银两吼，你都免搁去银行啊，免去邮局啊。拢唔免你去要去超商，电话拍好通安得好啊。啊，补财库代志呢，你个交代好老师来帮咱处理个好啊。啊，即卖名单就像即卖这拢在补财库的。啊，你若走袂定个啦。啊，你若名唔得爱改哦。了后我就会离别工作啊，价钱来甲你变。对。哦，啊，即卖来开始。即卖啦，名也搞完杂资料。对。啊，来变了后，咱开始就顺势啊。一个月。但是按张伟姐要求啦吼。安那。起码你补财库了后，你人工啊、钱水啊挖起来吼，啊，咱一寡较艰苦人了，你去人倒下手。哎，善事爱做，做一寡善事啦，做一寡善事啦吼。好，所以你即摆卡接通电话哟，咱即摆做老师，咱的老婆仔叫开始咧卡电话咧补财库啊。真老卡，那小姐拢咧敢接嘛？哎呦，啊，你补财库，恁真接，老师好无时间，干两分钟啦，娘。哎啦，咱外埔头那要补财库，头前只麻烦加一个空白啊。空白。七八九空白八空啊。七八九空白八空。是啦，咱补财库要讲开始，非常好，因为咱每一个人拢。
注定好好的财，这个财运啦、钱财啦，拢注定好好的。啊，那当你要开完的时阵，要安怎？无啊。哦，咱爱行善积德。好。哦啊，适时来补这个财库，安尼才有法度消费的业障，啊，才会当来补迄、那个迄财运啦。啊，所以当你若是讲啊，我真都盖好运。对。盖好运的人更愈需要，好愈需要，因为你补财库后，你财源广进一寡，可以当红闹财啊。哦，是啊。哎呀，哎呀。喂，哎，你好，哎，请问你这补财库？啊，来小姐服务的一双，谢谢。你补财库，你怎啊电话当卡好通？啊，咱的工作顺序，咱赚钱的机会就较悬嘛。嗯，哦，啊，你若是讲啊，我即阵钱运较歹，这个财运较无好，咱即马就是财库补的，就是把钱收掉嘞。嗯。卖去会破财，卖去有破财，财运较袂流失你啦。哦。安尼啦，来你好。英姐。系。啊，英姐啦！啊，英姐来医生，来医生，啊，来是是是，甲破文啊，补些灾苦了。哎，阿姨咯，因为伊咧做陶炉嘛，伊咧做开工厂啦。哎，开工厂诶。做安陆诶工厂。所以我那爱来补些灾苦诶。是啦。好，咱较顺利呀。啊，咱呐像家己知影钱运较不遐顺失，啊是咱陶炉做得不够顺失，咱得爱安尼做。嗯。那得爱补些灾苦，来你好。补灾苦。哎，淘宝较大声，来你好，哎。到底啊！三双，哎，这个到底哦，这一定要处理啊。嗯，因为咱诶为顶上顶关键来瞧啊。哎，你好，喂。你好，我报在课。哎，咱到位。八棒球。好，来二双来八公来报比赚到钱。哎，你好。喂。我来报在课。哎，八公给你报比啊，好，你赚到钱啊。哦。来四双，谢谢啊。哎，300块这样报在课啊。对啦，啊，咱这个在课报落啊。那是咱咧食头路做工课的人，嗯、这机会接触广啊，你这个无形当中，你就会平稳的顺势啊呢。嗯，这非常好啦。所以吼、哦，你看要补一斤也可以哦，要补两斤嘛可以哦。那不是咱不咧谈啦，唔免啦，咱就讲一斤就好啊啦。一个月补一届再讲咧。哦，你也是讲人个少年的，因都较有趁钱啊，因都在头路较有咧吃饼。因为补几分人做会到，无要紧。啊，咱老的爱老瓜蛋，先无变食少食恁。哎呦，吓啦，这个重要啦。好喝，啊，无你先来电话，老卡接听就好啦。进贵龙摸索，拢小姐姐嘛。好，来，咱即卖嘛是即卖进行咧，咱来接唱舞。春节的舞呢？喂，春舞那边吗？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会唱。换到鬼。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up， 二三四，二三四三九，二三四 ，up， 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去一二三四再一次二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三四一二三四三九一二三四，兄弟们，拖出去，飘散啊！真好，我来讲一件代志给恁听。什么代志呢？以前哦，嗯。有一个外省的医生啊，外省伯伯哦，哎，那个老医生啊，啊，较早迄老医生拢搭脚踏车咧看诊呢，啊，戴一顶个背靴帽啊，啊，扛一个迄公主包啊，吼，啊，吊伫个一脚踏车顶，爱到，到四个咧看诊，哎，身体嘛是袂歹，安尼悠哉啊，爱到伫个庄仔头尔哩，啊，有一工伊无去看诊，伊无去看诊，伊去菜市啊，这个老医生哦，去菜市啊买一尾咸鱼啦，买咸鱼哦，等下卤三层呢，好吃啊，对啦，美味，这是我来行的，哎，对，我这有那老头啊，嗯，啊，这卖去咸鱼买了，等下哦，拄啊
以前咸鱼拢用迄款的稻草扛的嘛吼。啊，较早无塑胶袋耶。以前无塑胶袋啊，拢用迄稻草扛掉的无。用到伊的筛子，我从袂去掉的安尼。啊，轻轨安尼，从走位那轻轨。会吹出来。掉的安尼。啊，就掉你脚了，再遐就骑安行。半路去撞到阿花的老母啦。阿花的老母讲：“哎呦，伯伯，伯伯。”哎，我先讲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什么代志啦？啊，啥啥事啊？一个人麻烦一个人，阮查某囝今年十六岁啦，还敢那得着什么怪病呢？刚才生理来帮看一下，这外省的一个医生哦，介好。哦，好好好，你带你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呀！啊，啊，去到印度啊，啊，恁早间一对啊，问你问看，早间住伫二楼啦，二楼哦，二楼哦，伊即摆吼，安个，就迄个一个解夹夹鱼钓伫卡拉车抢花，啊，拄伫顶下卡，啊，公司包客，啊，公司包客啊，去伫啊哩，去二楼办早间看病，去伫咧个扎咧个早间扎咩，哦，两个扎咩。你在你身上，伊头壳在想讲，惨咩？啊哪里？我钓一尾咸鱼，伫个顶下开。哦。哟，伊在想啦，想讲钓，啊唔知叫鸟啊解咩？哦，安尼就对。啊，无专心个钓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谢谢。啊，伊嘛，伊不话我问个哪无问医生。啊，伊问医生啊，伊讲啊哎。啊，我早间做咧。无，起码这医生诶。在咧问因老母讲，讲楼卡有鸟啊无啦？又介惊惊伊叫家家伊啊！哎，你个姊妹讲，哦，你下面有毛吗？你有猫吗？有，你下面呢？有下面，下面有猫吗？一个二楼。啊，对对对，哦，鸟啊无啦，阿姨有口音啦，口音介讲。啊，你下面有毛吗？哎，啊，早起那十六岁唔敢讲啊！哎，老母啊讲，哎呦，下面两三只啊！哎，医生哎，医生，哦，这不行哦！真的不行！医生，医生讲，下底有鸟啊无啊？哎呐，下面有猫吗？啊，这个你的口音相当。哎，你外省人哦，口音。哦，你下面有毛吗？啊，早跟他喷水银啊，你老婆讲，哦，只有两三只，哦，就不行。为什么不行嘞？你惊咸鱼又改。所以做代志爱专心啦。哎呐，哎，这都无专心，你怎咩啊？啊，他搁咧想，咧想咸鱼。啊，真正啊！啊，人伊中道长啊，过伊也唔长，叫过伊问啊，才到一个月。所以哦，术业有专攻啦，啊，介只代志就是安那。安那。亲像咱咧甲别讲啊，补财库。对。啊，咱啊做生意的，做辛苦的，哎对。做欢喜心的来甲补。好。安尼哦，别讲啊，感受到。啊，伊别讲啊，人凊彩安尼衫裤甲甲你背一个。哎好。哇，你开袂了啊！你个好扛架，好扛架。张飞较早吼，上岗有没有搞暗搞啊？什么物件？就是咱拜咱即阵备工作诶。啊，对，即阵备工作啊，地门关。对对，所以即卖只车咧，就伫咱惠安活动只坐点。啊，以前咱讲真正吼，我无咧敢信诶啦。以前我无咧敢信。你看老师外表嘛，常常无咧信这。我无咧信这。哈。啊，我老爸教甲教肯肯甲会肯信。恁弄阿表，就是爱拿用备工作诶商品做广告。迄个。你刚我讲吼，我很被工作来告诉我听。啊，即摆要跟我两分钟的时间，无要讲吗？啊，各位当讲的呢。好，无无啊，直接讲好。马在家讲的，很被工作来，我很被工作来告诉哦。嗯。讲才爱十分钟的。爱十分钟的呀，一个唔爱伫咱山顶讲过的。唔捌啦。但是即阵被工作已经互咱拜介久个对哦，老师啊，老师。这蒋经国总统还未死之前，迄阵拜到怎卖？民国七十几年的代志啊。七十诶，敢那是七十一年啊，七十二年。七好一个代志啊。坐在迄个时阵较近啊。吼。老婆生，嗯，啊，被工作足灵感。真正足灵性诶。啊，我咧想啥，伊拢知。嗯。我乡里啊，该买家求啥哦，伊拢知，所以我呐背咧背，我就知影伊有厉害无厉害。我刚看背就知，迄要背三四连刷，背咧背无跳呢，俺扑一连，一卡一连安尼。哎，有呀！俺跳了，俺拢无跳，拢无跳哦。嗯，俺扑我，我惊着我，哎，是有吸招呢，还是去食过啊？过一连，低过连着，佫无啊？佫背咧，佫扑一连，佫又佫。照你讲，伊会扑跳起来，拢无跳。哎，扑就衰安尼。所以哦，哎，做人干咩呢？我讲伊告诉我人听，马仔我讲伊告诉我人听。马仔在讲，哦，来超级功夫。
礼物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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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鼻孔竖开，竖到丹田紧开，嘴合合，爱提干卡正点的。好，有人讲，正平一脸，正平一脸，倒平一脸，倒平一脸，头前一脸变成较好个。啊，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气五年也无要紧啊。好，来开杯，是是。好两个，是是。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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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去开查某啊！正常啊，哎、嗯啊，什么开查某正常嘞？啊，未必人中间呢，去开钱无要紧。哦，啊，来找清气箱的。什么？我是唔捌啊。大家嘛清气箱。哎，风评较好。口碑较好呀。啊，都要去开查某啦，啊，都我那。谈起来，你喺门上顶啊，啊，你开的了哦，开完啦，开完啦，钱拿到未哦？你讲，哎，小姐，小姐，安呐，啊，你出来谈恁厝的人敢猜？哎呀，真正呀，太猛啊你啦，有啦，我讲问讲人出来出谈恁厝的人敢猜啊？都没太，你为出来谈得咧，惊人猜，佮敢问？有啦，嘿，其他人讲，嗯，啊，你出来开我，你莫猜无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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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石头鼻啊吼，伊吼无喙齿啊，哦无喙齿，啊伊即摆个要去倒喙齿啊，啊对，啊医生吼倒喙齿倒好了后哦，啊医生个人问石头鼻啊，讲石头鼻啊，我甲你倒安尼，你有满意无？哦，啊石头鼻啊看法讲，嗯，医生你技术足好个呢，哎，我足满意个呢，哦哦，啊医生讲满意哦，啊你敢六钱啊咧，哎，哦啊石头鼻啊讲好好啦，六偌济安尼吼，哦两万你六客气安尼啦，哦，结果哦这石头鼻啊吼，去年客客加钱啊。给医生哦，拿多钱哦。医生说没给石头鼻啊、欸、你这样不行呢、欸、我这么辛苦、啊、你给你倒多嘴巴哦，你早起哦、欸欸啊、你这样拿多钱给我、啊啊、现在石头鼻就说没医生啊，你这样也不行呢，是怎么说你给我倒嘴巴是倒假的对吗、啊、我给你的钱也是假的啊，你想给钱呢我什么话啊你真的、啊、好啦我就说、啊欸、石头鼻啦，石头鼻啊石头鼻啊，有一天哦，啉到茫茫茫啊，走去啉酒哦。嘿啦，迄个去找阮同学，你说来啉烧酒。你林学姐啊？哦，啊，那阮同学不咧啉酒啦。好好。伊酒啉会乱性。哦，酒后乱性啊。所以，哦，真好。伊知影唔敢，都伊唔敢啉烧酒。好好好。那石头鼻啊，啉的哦。嗯。要等你哦，伊转
蒙伊就对了，蒙伊，惊一段呢，惊一便宜里面。就好比啊，就你往惊一便宜。吓啦，你比如医生啊，医生啊，吼、哦，真正、嗯、啊，石头石头病啊，都一个都人安尼汉朝好，佮兼一个美女多。哦，饮酒人家美女多。啊啦啊啦，啊，就伫遐乱啊啦，啊，医生讲。伊讲，医生啊，我到底我是安怎啊？你甲我看卖啊？呢？啉酒醉啊！医生知影石头病，啉烧酒醉都成本即个个性啊。迄个全店拢知影啊。那医生啊讲石头病啊，我跟你讲，我不多只大了是安怎哈？我的专业我知，你也已经有心啊。你某伫厝里等你，你紧等你，你有心啊？哦，我石头病啊，都吼，我有心啊。哟，你有心啊？对。我某伫厝等我。哎，对，还紧等你。我也紧等你啊。现在就石头唔卖咧，讲石头石头，你等下我叫你关你门啪，上趴上啊！石头怕因某怕石头嘛？啊，他也怕我。无咧，啊你先啊，开始怕我啊！你是食料好大油啊你啊！医生讲我有心啊啦，讲我之前乜都讲我有心啊啦，啊，即摆石头唔卖是讲啊，你医生可能咧甲骗，哦骗讲迄个靠位十波人有心咧，你甲骗骗，哎对，你真正有心啊对啊你啊！好走哦，你个啪一个啪一个，干嘛你？烦恼啦！啊，我什么管呢？有，伊讲，啊，你拢常常要当顶管，啊，无得用不拢的配合，多大个？杀入蔡依大姐的微光，果冻。我的梦中，你就是我的故乡。大姐的那真情善良，面上光带着笑容，安分守己，思容感伤。伊就是我的故乡，搞的不是哈。庙口听大人讲风，即讲讲日本时代伊上解用，啊伊无啊唱着望春风，伊就是我的故乡。想起着可爱的故乡，予我伊一坚强，在我的打拼。迄就是鼓励我最大的力量。有几间厝用砖啊土，看起来破土破土。总有一日我会成功，倒转去我的故乡。想起着可
的故乡，予我一支坚强，在我打拼奋斗人生中，彼就是鼓励我最大的力量。有几间厝，用砖啊土，看起来好土好土。总有一日，我的成功，都回去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我的故乡也就是咱丽水的故乡。哦，您同学的对吧？啊，我两个都住厝边。厝边的啊。嗯，我住东港。好。三年一科的王爷公，足兴的。嗯。啊，以前我是无咧甲信道的。哦。以前我拢讲，哎，东港人读较无。是安怎讲的？啊，三年一科，啊，插头刻的王爷公，啊，甲东港人开很侪钱。好。安尼看我偌天气。但是这个话未使我白讲啊。而且那个讲的叫王爷公讲卡称，哎，王爷公本来叫你人讲卡称啊，哎，是你改公办杯啊，哎呀，哎，迄就是你改改运啊，啊，我那叫讲较大汉的你，啊，以前哦，我那笨蛋读册哦，我拢甲册包啊，几年的将军路的倒啊卡无，啊，走去佚佗啊，啊，为了走桃粉山啊，哈哈哈哈哈哈，他讲卡称啊，啊，就讲，啊，但等下就叫讲卡称啊，啊，以前拢安尼嘛，啊，就无人知啊。啊，就七八几年哦，啊，将军的都啊较几年，啊，就走去共治、共算、当共治地啊。哎，外省啊，种哦，迄个伊个，咱有一个社区，走去共头毛山啊。哦，较早童年呐。啊啦，啊，那囡仔无人吃啦，像鸡鸭安尼啦，拢真正足可怜啦，以前。啊，即卖人唔是啦，即卖人较富足啦。即卖无囡仔无童年呐。啊，即卖啊，即卖无童年，即卖大家拢耍平板，耍电脑，耍手机啊，哈。好啦，老婆说咱以前有童年啊，今麦有老年。老年的时代。以前有囡仔时代，今麦有老人年代啦吼。啊，老人囡仔时代甲老年代无同款的所在，你知影？是倒位？以前囡仔时代是咧共耍灯嘛，啊爱耍嘛，啊老人时代就唔是啊，放就滴滴答答啦吼，啊无就放未出来啦吼，啊无就吼啊放石头闪石尾啦吼。哦，这种老年人哦。啊，老人啊。啊！你房间哦有想法，但是都无办法，查甫人都真正在足可怜，那安尼就足可怜。嗯，那这要讲开哦，大家年会有啦，拢会加减，拢会有这个镜头。哦，这算退化去的呀、啊。这退化一种啦，啊，退化算正常，但是咱卖讲，俺叫退化，俺扯一个，那俺讲的较粗嘴，俺较。查甫人差到五十岁左右，中年啊！啊，咱的肾的功能，包括咱的尿道、膀胱的油脂的功能，伊的退化安尼达到落，达到落，达到落。啊，但是咱器官佫会用尽。嘿，啊，有的人是若袂晓顾，因咻一下落来啊！哇！甚至还佫去洗油脂。哈，可怜的啊！啊，咱若会晓顾，伊安啊，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嗯，嘛还佫袂洗油脂。器官佫足够用，对不对？啊，迄人。不要顾啊，受判习惯呢。咻，一个五十岁、五十二岁，还未六十岁就洗油脂啊，贵州作者啦，贵州派了了。是啦，那么咱今日吼来关心咱老婆婆的尿道、膀胱、油脂，安尼好唔好？好，好啦吼。即阵咱啊，离咧便所内面吼，安尼放尿，安那臭尿破咸，你若感觉你个尿味加较重哩，啊，你都爱洗尿呢哈。因为吼、哦，迄、那个尿呐臭尿破炎，有个人查甫查某拢同款哦，有个人冲两三杯水啊，内面同款臭尿破炎。啊，迄咱都爱说你啊，迄咱下关的油脂，你过滤功能拢无好啊，无都理清气啊，理未清气的对啦。所以咱来注意，啊，注意要为着注意去，为你放尿开始。那個、老兄弟，咱讲真正哦，查甫人啦、啊、吼。查甫人较早少年家的时候，发放就放，做大工诶，啊发了就了，啊个说个暗的滴滴答答，一天到天光，好困。啊，即摆食老唔是呢？嗯，要困之前来去放着，徛一包滴无两滴啦。哇！啊，倒咧棉被加小尿就紧啦。够尿。啊，一面弄面五六摆啦。拢免困。啊，老婆生咯。啊尿放了吼，啊老罗毛拖入来，哪能拖起裤脚全湿呢？伊是有尿，只是你无放出来尔。啊，即安尼咱腰子就歹啊。安怎讲？因为
咱的尿液里膀胱停留的时间啊，伤久，伊会倒对腰子来。腰子个发炎。腰子个发炎。你一天过一天，一月你过一月，你一年过一年，你为可能四五十岁开始，为开始啊，已经经过十年，搁五六十年，五六十岁，哇，腰子就歹去。腰子。所以即阵，那予医生检查讲你腰子无好，唔是你即马较无好个哦。哦，是。有可能你十年前开始你就无好啊哦。哦，咱个。咱个了无，咱个了无算，一个像做囡仔，一个像米豆安，一直到尾像个鸟，像个诶鸟卵啊，过来像个一种鸡卵，食老来哦，一个有诶像蛋啊。啊，你尿要哪放出来？你要太刁个呀。啊，就是尿放袂出来，就爱抽啊，所以爱尿爱倒尿嘛。哦，啊，安尼肾个功能就退化呀，这一定个啦。绝对个。啊，佮兼爱洗洗好洗。讲着洗好洗吼，我过来讲着咱台南个诶赛场，互咱听啦。台南的赛场哦，伊有一天差不多透早三点外，还未四点，打电话给我。嗯，伊讲张伟，你敢知影？我吼，今仔日阴暗变数吼，走差不多七座啊。我哈，这个三点外你走七座，哎，到七八点就困啊哩。哦，安尼一点钟走一摆，半点钟走一摆，伊讲走七座啊。拢放尿个对啊。嘿啦，啊，放个唔是大港呢。安尼啦，哎，着规暝拢袂困着啦。我讲你先啊，规暝袂困是交流，我唔是安尼尔啦。伊讲哦，予医生啊检查，讲伊个腰子哦有萎缩起来，叫我大家好好啊顾啊，无哦，可能冻袂过半年啊。个爱洗腰子啊，哎，着爱洗腰子啊。啊，晒上伊靠我啊，迄阵我嘛已经困醒啊，三四点我拢困醒啊。王晒上，你即阵拢还袂洗腰子，你免烦恼啦。迄人个病拢烦恼来。我一个观念方法，你把你的这个尿道膀胱腰子给顾好，啊，让腰子退化的速度减慢，莫讲一个负一个累，给它给大脚痛打好掉。安尼哦，你就袂洗腰子。哎，讲啊，够有办法。当然我有办法啊，问题是不是你有配合无？啊，你若要搁分手，别人叫大家有诶无诶，我都无在调啊。只有家己当救家己尔。啊，就我一个观念方法，你啊，你家己好好珍惜你家己。安尼，你腰子就袂去洗。晒伤较紧啦，安尼嘛已经经过啥五冬啊。有高真正有差。真诶，看我节目，伊讲诶吼，过掉诶，迄心情偌好呢。当然咯、哦。迄个医生甲我讲，我都无存无半年在洗腰子哦。哦，迄阵拢未食未困呢。人即卖人高进到五冬啊，五冬伊嘛无较恶化。伊虽然无好啦，但是也无较恶化啦。尿道无好吼，哎，咱的观念咯，尿子无好吼，咱胃尿道过去啦，你个查某人嘛同款啊，查某人生囝了后，咱会流尿会渗尿，哦啊，拍甲像出一个力，哦啊，笑甲大声也着打面，流尿伊啊，咱尿道会感染啦，啊感染会倒对尿子胃膀胱来啦，所以真足侪人咧洗尿子遐人哦。哎、欸，伊无分无酒无槟榔的生活足正常，食食足清淡的，伊嘛咧洗尿子呢。胃放尿开始，安尼敢无冤枉？因为放尿无正常。放尿无正常嘛，有诶，因为上班的时阵诶问题，无多走便所爱尿尿，啊有诶是老大人伊戒高尿，唔敢啉水，哦啊唔敢啉水啊尿，这个尿无放出来，毒素都拢尿都拢掉伫内面。所以你个便尿毒症啊。系啊，啊有诶人是因为身躯顶有病痛。啊，逐天拢爱食西药，啊，食个药剂歹，哦，是毋是安尼啊？哦，所以咱该加强药剂的剂量啊。按尿科爱甲伊放回大腹，哦，放尿开始。那无啥，好唔好？好。按张伟今仔一个观念方法落去。好。咱尿会大腹啊会打伤，啊未搞胃。对。哦，啊化放就放化就断裂。啊，佮塞眼。啊，佮免惊西药剂。啊，佮袂影响肾功能。哎，啊，三更半夜免点仔一个便所门撬到袂歹。未搞尿。好唔好？好。来。无牛肝保平啊，身体健康吃百里啦。这回来过游记。不再感激杯。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做好第三剂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前都要吃500睡500，确定我自己身体状况还是真正常，长辈都要有厝的人或者照顾的人陪伴伊哦。到打疫苗所在哦，会有医生甲你评估，假使我们有啥物问题，嘛会用请教医生哦。
手腕甲比起来，拍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困15分钟以上，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就应回去厝里休困啊。回去厝里了后，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加休困，加啉水。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参照我呢发烧发超过48点钟的时阵，哦，感觉讲呢喘气喘袂离，会晕会戆，心肝头跑不在。啊，佮有全身的起疹毛，咱来赶紧叫厝的人，带咱去医生看啦。我是陈小芳，请你跟我同款，手份比起来，来去注疫苗，提升保护力。来啊！今天日哦，下昼咱台办哦，一位大哥85岁，对，伊一摆来拢叫两组，俄罗斯，真正俄罗斯了，对。我这人买分家贵啦，来看一下啊，非安东的哈。咱的健身好，咱的南桂枝的健身好。介济人拢讲要起来顶关，甲我做健身，我唔免啦。讲食咧足饿咯，食咧足精湛咧。做健身是你教我知影，啊人别人唔知讲咱两个套通咧，无咧必要。对，你家己本身然后去食着，你就知影讲，怎么真正无讲白餐，名不虚传。我讲啊，一罐一千，一罐一千啦，两罐2000块，买两罐送两罐，买两罐老师送你两罐。哎，蔓越莓给上一罐，奖一罐，刚一罐没算，老师要给上蔓越莓。行啦，行啦，行啦。蔓越莓金大上，给上你一罐。安尼五罐，给你开2000块。咱那个健身好公司无个送啊，无送啊咧。哎啦，无送啊，都安尼。四罐，哎，四罐，2000块，搁加一罐蔓越莓。蔓越莓安尼哈。老师，公司虽然无送啊，你又无，啊无你嘛爱带来咱老婆生咯，安尼要照顾因呐，你是你这个。啊，无你嘛穿几组啊，互咱老婆生一好钱卡有通诶，互伊安尼，伊袂当讲无送就无送啊，对无？没有，没有。嘿呀！好啦，好啦。安那，安尼我讲啊，卖几组，卖伤侪，卖伤侪组啦哈。对。12组就好。12组。嘿啦。12组是开老师诶哦。12组开我诶。好好。啊，13组就出安尼哈。安尼嘛介俗个呀。啊，12组卡起来，够加一罐啦。请12组老师，佮加上你一罐。哦，安尼好，请12位啦。哦。健康互通。来。北部3组，北部；中部3组，中部；南部3组，好；华东天湖3组，按多12组。今12组靠通过老师给上你这两罐哦。啊，金达山个甲参照一只哈，这罐甲参照一只。赞！你也参照一只，如何天气呢 ？OK， 没问题。你也饿了对吗？0800-0012-589的电话啊。0800-0012-589。12个得啊，来你哦。下面人要做第一位。喂。先生，惠安堂哦。对。我是住伫3点半来，一山宝娘给你报。谢谢啊。来，你好。喂。喂，你好。海南豆腐。大寮哦。来，一山宝娘给你报平。谢谢啊。今12组老师特别去给送你这一罐哦，这罐是开老师的，老师要友好咱老婆生的。啊，对，来，你好。喂。嗨，你好。来，三山宝娘给你报平。来，你好。哎，老师，我没几张。好的，来，恭喜啊，四双，谢谢。哎，今日买就拢赚到诶。来，你好。喂。好。喂。好。啊，你。来，五双，谢谢啊。赵伟老师，请。喂。喂，嗨嗨。小智哥。小智吼，这组买对，真好报。赞。来，一双来，谢谢。这十波人有这组吼，好好。来，你好。飞龙在天。嗨。刚开始做。好的，来，一双宝牛给你报平。谢谢啊！这关系中啊，等下红阿莫做伙食。来，你好。喂，帅哥美女你好。哎，蔡大姐，蔡大姐，收到啊哈。好好。啊，我买一组。买一组。金龟啊，一组烤龟。哦，一组金龟，一组烤龟，你拢爱龟了，对吗？对。来，刷刷，啊，伊买一组咱的南瓜子，啊，个一组咱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啦。哟，拢要龟的对吧？龟来，0800-0012-589的电话啊！今日考通的老师给送你一罐，后一回可无啊？来，啊，咱北部各村两个，中部两位，啊，南部两位，安多两位，剩6组尔。这十波查某拢爱吃诶。那个电话赶紧跑通，0800-0012-589，你会记住哦。早暗两粒啦。老师，你到老囡仔品牌的 A 南瓜汁要安怎办呢？唔好单调啦。啊，无咧。你到领导的一粒，咱的一粒，我甲参做伙食。好。我袂叫你着蛋掉啦，迄人要讨债啦。啊，你个当比较。啊，讨债人讲个做乞食。老婆婶，一通电话改变你的运命。正确。啊，无那有一天那个，互人甲你讲，啊，你倒啊，一三五无第二输了。啊，你排时间啊。啊得。老鼠皮啊。得狙啊。有啦，狙掉啦。得狙啊。有。来，赶紧来电话炮通，我这个狙。来，赶紧来成功啊！老婆。
好酒点暗地，好喜欢老妹。黄阿华，大王就是你。来北部两组，北部。什么人要做代表？电力管理也行啊。中部两组，中部。来赶紧哦，南部两组，按多两组啊。后一回个剩四万两千块，咁无优待会好关键呀。对对对。啊，今日哦，是有老师个特别送你一罐，无人公司无送这罐啊。来来，啊，就关键。人公司是送蔓越莓一罐啊。啊，落去广告也加落去啦。啊，那个啊，那个老拢总六罐要才两千块尔呢，老婆，你即摆唔要要等头死啊？啊，你爱炸暗两粒啦哈。两粒，两粒。炸暗两粒吼。啊，那个蔓越莓啊，掺落去食。哦，赞嘞。赞。好，尤其是阮这老兄弟哦。对。咱。查甫人出门后，这种未漏开，抬头挺胸的走路，走路拢有风。哦，这种我赞的，对好咩？你家己知影，我们个本家，好你家己体验嘛。哎，啊，这种无电力，但是剩六组尔咧。剩六组啦，这人又唔知啥物人。好，好就点忙地，好是都看落位，大王阿豪，空不空空，空一二五八九无。哇，当然只啊。那你来南瓜子，你呐？早时啊，食饭饱，你就加食两粒。啊，暗时啊，食饭饱嘛，食两粒。啊，暗时加食两粒，安好啊。安尼你够足饿了。哦，咱的健身的南瓜子哦，你都能早暗两粒哦，安就足舒适啊。啊，大大粒粒，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啊，郑老师完全无贪咱的钱哦。无啦无啦，来你讲啊。安就足舒适。喂喂，好。喂。这个广告的啊，一双一双，谢谢啊。恭喜你，老师是纯粹呢，要照顾咱老婆婿嘞，所以又无赚咱的钱啊。我一箍钱都无敢跌落啦。这无人关系，叫你要惜的。啊，无啊，而且当时拍电话，俺张伟一箍钱都无敢跌落。这个是老师的。我讲要顾阮这老婆婿，我讲甲搞做甲搞。二十年以来哦，二十二年以来拢是安尼。我几路一路上来，我就是拢安做啦。我甲咱当作家己的人安尼。信用可靠的。你啊。喂，你好。哎，你好。哎，我才多开迄个，有做啥？迄个电话。二双，二双，所以有可能呢，你即摆看到你这部电视哦，咱已经伫咱的前已经二十二年了哦，咱的业界哈。啊，对了，对了。哈，打对咱信赖的。来，阿哥三加一，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个两文钱啊。最后三加一呢？个两文钱啊。那个没用到呀。我这个几几年啊？那个出四罐两千块啊嘞。老先生，其实拿四罐两千也俗啦。哎，两块钱算介俗啊。物件物。不是南瓜子介绍，是咱这组来你算介绍。对，安尼介绍啊。啊，无这个成本真高。咱讲熟悉的，啊，所以今仔买的人同款好，这消掉。咱那个一个，今仔买的人同款，咱的半夜没有送一罐，啊，咱的健身乐同款送一罐。这两罐个两千块啊，你老婆啥？恁得要算未啊？对啦，我这个记记你啦。所以老师真正无赚咱的钱的啦。什么人？这拢无电话呢？无啊？啊，今仔地动啊！啊，地动，大家拢在看新闻啊，啊，大家烦恼啦。啊，所以特别老师在上这关啊。你呐，那这组有在吃，你得你家己本身有那啊较注意的。好。是倒一堆。跟住我注意啊！啊，无咧地动，你嘛是嘛先说你呢。我有当时三更半夜别个都不得地。哦，辛苦生个一半地动的，看变安怎？来啦，赶紧个一分钟了。最后一分钟。一日到。啊，一分钟三位啦，好唔好？三位什么人？讲唔到这三位什么人？对，台北一个，好，啊，中部一位，好，啊，南部一位，啊，都三组啦，最后三组俩，无啊，哦，无啊，我再记。啊，不过剩最后三组，我后一位哦，咱这今日一讲尔，真一。有啦。喂。来，你好。喂。嗨。你也敢是迄个？张辉。张辉。张辉呀嘛。哎呀，有。哎嘿，啊，今日这边会无？一双，一双，来，你好。喂。喂。嗯。好。嘿。你好。我要买一组。好的，住哪里？嘉义。来嘉义，来义双，义双，谢谢。啊，你个存两组啊！哎，赶紧哦，来哟！哎，嗨！哎，我台北南瓜子。好的，来三双玻璃，给你玻璃，谢谢啊！啊，你个存最后一组。存最后一组。嗯，这个人靠有福报哦。真啊，就是安怎嘞？真啊，就是欠费，所以哦，咱刚介绍一工尔，这个物件就容易欠费。所以今日咯，佮介绍一工安尼啦。伊这回来吼，拢一工啊，欠人个结结嘞，啊，存无偌济，通够叫。好。来，最后一句，互人互来山楼卡接啦。好好。啊，我来分吹啦。好。空不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啦吼，来一上。哪瓜？哪无使卡电话？十号哟，十号呀，十号是咱三峡的邱小姐哦，点一首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早我细汉的时阵吼，听我阿妈咧讲吼，人得爱靠熬俭，唔通靠熬叹呐。有俭靠有底。系啦，有个人解熬叹，啊解熬开，啊蒸手来倒手去，啊天天嘛得膨子。个倒头。啊，对嘛。所以咱拢爱俭，你像我，咱咧生意咧做，啊要安怎样来减少开销，阁会当生意做有。安尼，迄咱就才会趁钱。公司才会趁钱。啊，你讲哦，生意足好诶，啊，不过开销足大，像我呢，开销足大，嘛无钱趁。嘛得帮子。啊，对不对？所以哦，以前我捌听我阿妈讲一句讲，未肥诶食气啦。未肥。未肥啦，肥啦，咱咧碗鹅，咱咧碗皮啦，迄个肥啊无？未肥诶食气，咱咧未肥诶人哦，伊碗皮啦，闹气起来吼，要单调无彩呢。爱拢留咧家己用啊，好诶，来卖人啊有钱赚，啊无你即个起起来，你都你搁卖未出去，搁甲单调，你就了本钱啊，啊所以伊卖肥诶食起啊，就是啊。像阮咧讨爱，以前咧讨卡棒，爱现老啊嘛，爱卡起来吼，阮拢要等下一阵啊三四个人，但是讲啊分两尾鱼啊等下厝，通个食着有吼。哎，虽然是拢改钱，毋过鱼啊你也可以往网啊卡起吼。有时啊，有诶，安尼受伤啊，无好看，啊，拢掠诶较无好诶，啊是继续较粗俗诶鱼啊，倒来食，啊，较好价，啊，较水诶，较鱼人口来卖啊，哦，卖鱼啊嘛是安尼，啊，那有一句话咧讲啊，做衫诶穿破衫啦，啊，做肉诶无门床啦，有一句话个对吧？做衫穿破衫，做衫啊，做肉诶无门床啦，做衫就是裁缝师嘛，啊，做肉诶就是。目工嘛吼，照你讲做衫要穿水衫，要穿比别人较好，机会足济啊！吼、哦，嘛不啊嘛没什么成本啊，对无？家己做，哎啦，家己做呀！啊，做物个嘛同款啊，只要伊愿意，会当把咱剩落来的一挂木材，咱会当做咱家己的面足水的面床呢。所以这句话事实上是咧讲着咱裁缝师甲着目工，为着要节省一挂开销。哦，啊，家己同款，甘愿哦，安尼吃苦耐劳来过日子，啊，把所有时间精力，啊来接生意，啊，创造利润，咱就对。哦，要赚钱呀。系啦，所以这句话虽然有较爽啦，啊，确实，这个企业的管理的精神，真正无简单啦吼，也就是讲哦，来节省开销，并且来提高着咱的生产力。因此，今天这个看来，这句话真正是有伊个忌惮嘞。哦，老祖孙的话嘛有忌惮嘞。真正啊，真正。但是，节省开销甲提高咱的生产力，这是咱企业成功的法门啊。啊，那是，要讲啊，安尼那较有利润啊。啊，裁缝师就是安尼，逐工拢爱安尼哦，穿水衫，啊，目工的逐工拢爱困咧咧水的眠床。虽然哦有广告的效果，但是。咱刚开始咧创业，资金有限，未堪咧合理安尼咧，啊未赚着钱咧，先开做头前呢。成本上悬呐。安尼华丽不实哩，安尼怎么对哩？我吼曾经捌去参观过一间诶纸行啊，诶，人诶做纸诶啦吼，啊仓库内我哦，迄啥物纸拢总有啦，互你看到你真正会向往会惊吓，即间纸行。因的文书的作业用的纸，拢是用迄个拍掉的纸呢。电脑报表啦，哎，拍掉的纸，甚至都破损的纸，那个加加真正的做便条啊。你看我欠。人伊本身咧做纸。啊，对啊，哎，伊本身咧做纸呢，而且一张纸还佫两面用呢。这边用完一面。这些的程度，真正乎你想袂到了，对啊。你事实证明，这间纸行，伊相当赚钱。伊都减开啊，哦对冇，减开个赚的呀，减开个赚的呀，所以讲做衫穿破衫，啊做肉嘅无门床，一间纸行做代志就真像安尼，即句话，做衫穿破衫，啊做肉嘅真正无门床啊，那么是两块嘛，所以爱俭啦，该开成本爱开啦，啊该俭嘅都爱俭，未使乌白母啦，我贪，对冇啦。那不是你嘛？为啥别开呢？我你在等。买较俭的哦。啊，无老师，恁今麦来点歌敢好？因为已经五点零零嘟嘟啊好啊，所以恁老婆仔要点歌，咱紧接 A 哦，一个人。咱来点歌啦。好。
一通电话讲三句。三句。我住对。我住对。我什么人？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点歌时间。啊，我手要烫掉啊！小烫烫。哎呦呀！中烫烫。哎呦呀！大烫烫。像这块地当烟来了。阿弥陀佛啊！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阿廖，廖我大了。大了什么人？我姓詹。詹啊吼。哎。啊，听什么歌？正月三碗公。哦，我拜一龙啊，正月三碗公。哦，谢谢。阿廖。帅哥美女。哎，阿帅。你今天没登困哦？没有。哦，今天负责的对。有。哎，我点歌嘿。好嘞。哎，恁个日头花恁敢有谱？什么歌？日头花啊。日头花呢？我帮你吹下，啊，拜几个吼？拜看啊，那无那个唱春天花蕊啦。好好好好好好，拜拜。哎，你好。午夜姜文。哦，半暝小金嘛，定中去哦。好，谢谢。三号的哈。半暝。哎，你好。喂，嘿。张老师，你好。春鸡。我代表春鸡。是。我要点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这条呢？哎，好，我给背四个哈。好，谢谢，拜拜。无啊，无啊，四个。十条歌，点四条歌，啊，无人点。拢无。那无啥咯？嗯哼。哎，那叮当的啊，无你无叮当，你啊有平安健康，因为前面减卡条。小清唱啊啦，你小兵黑啦，点三条，你看多少老师，你不是讲？哎呀，金刚，你啊，就刚叫王爷准备点三条。我啊，我啊，我啊，我要。喂，嗨嗨，老师你好，啊，尤小姐，我中华镇的啊，哦，哎，晚风，晚风啊，哦，哎，啊，电龙哥吗？嗯，好，我白讲啦，电风啦，电风好唔好？诶，晚风，电风，阿廖，喂，你好，喂，你好，先拜谢夕阳，诶，黄小姐，哇，那黄小姐，是你开电话拜哪个位哈？好，谢谢，好，拜拜，阿廖，老师你好，哎，阿英你好，白雪黄太太，哟，红花青哟，哦，还拜七楼位哦，好，谢谢，好，拜拜，那你好，我爱卢新荣，我爱拜八号位。我有叫我请我你嘛，敢保庇啊哈！哦，谢谢，好，谢谢。哦，来你好。喂。哎。我点歌。难得会。我叫阿廖。阿廖什么人？那个姓蔡。哦，阿边唱什么歌？点那个小欠债。拜高好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嗨，来你好。喂。你好。好好。我点点歌。什么歌曲？诶，你是我的姓名。啊，咱到位，什么人？诶，台北米珠啊。米珠吼，我拜十门啊。米珠，我拜十门吼。好，来，谢谢。米珠真也说丢啦。啊，丢啦。丢一件丢。哎呀，长大个丢丢骨头件。丢卡卡多，还搁你丢啊？丢件，大家拢。是。大家拢会当平安无大事。平安开学，平安平安开学，真正呢。啊呐。七岁前。去说情，这我连说点的哦。哎，对。
你吼、哦，长那是讲心中较无力的人哦。你真正哦，那地动无代志，啊，那时常叫定的，哎、欸，迄个做袂好的咧。有啦，迄个昨暝我都有接到咱的老婆婿，嗯，卡电话我讲，张伟，你敢知影我甲进心肝头搁咧请？是个，已经代志已经经过啊、哦，经过啊，已经经过差不多。我要二十分有啊，二十分啊，还搁咧唱啊，还搁咧唱啊，敲电话啊，讲着，张伟，还搁咧惊着对啊，还搁咧惊着对。啊，我知咱讲想说，有当时阵吼，咱年岁有来啊，这拢未，互你未挺强起来。心中会较无力个对啊。哎，那心中较无力，你会较会惊吓。咱心中无力，相对咱人会无胆。嗯。那么怎了？当你心中无力，咱人的胆量就失去啊。那你看人来讲，哦，我这个无人。拢唔惊鬼，拢心中真有力，伊袂讲伊真有胆呢。哦，有人哦，这人心中真有力咯，拢袂惊半行哦吼。伊开袂讲，哎，这人拢那个那大真多，这人拢会讲，哦，这人咧心中真有力咯吼。啊，对无，拢是。较敢，就是讲。因为你心中会肯定啊。好。你看安尼坐云霄飞车，吼，坐海盗船，吼。啊！大家讲哦，迄胆量噶真无啦！哦，我、哦啊、这心中这强哦！哦，所以心中会肯定咯。你坐遐个两个爱虾，也有一个告白呀。哎，什么告白啊？你提示人家嘛。那什么告白啊？啊，无迄叫啥？哎，告示牌啦。告示牌啊，台语的。告示牌啦。哦。告白啊，怎么告来坐个告白啊？告示牌呀，嘛是有啥？你那是有心脏病啦，袂当坐咧。对，那就表示讲你心脏无好。算了，不算，咱这心脏。心肝脾肺肾啊，五脏六腑吼，咱讲真，咱的心脏就是咱的诶五脏之首啦。伊若一旦停止跳动，所有器官拢歹，然后啥了，心肝头啦砰砰响，哎，胃也肿会，体会定会跳大心开，啊，但是也输无开，你要注意呢哈。即卖尤其是个寒人个到啊，我是爱替大家解烦恼。温差大。你若平常时惊着落平平喘的人，你来注意啊。讲到这平平村以前哦，咱高雄有一对翁仔某，遐含咱介好。嗯。啊，我本地唔捌伊啦。安尼是大人，安尼算地主啦，地主啦。大地主。啊，是大人哦，放土地放足济，啊，那放一间五楼的透天的五楼的乡亲朋友老婆山，咱看早闹的诶，管半公啊人徛吼，就算讲经济袂歹啊。哎，五楼。大五楼透天的五楼。啊，爬楼梯去哩耶！以前无电梯啦。嗯。哦，你啊想诶，过了十年前就起五楼啊。过了十年前。嘿啦，啊，因咧放学，因翁仔某哩。好家人。嘿，即卖伊讲讲，阮的祖先吼，阮的爸阿母啊，是咧灵芝湾啦。太会啦。唔是真正对阮好啦，我阿贤啦。啊，无代无钱起到五楼，以前哦，阮三四十岁啊咧爬，还佫凉些凉些。即马五六十、六十五哦，早时啊去你拜五楼拜拜，去你佛厅拜拜，下晡时啊去你拜一拜，敢那爬楼梯爬到自由要吐出来，安尼真正实在，是到底是祖先咧对因好，还是咧甲因灵芝啊？我讲恁祖先咧甲你训练呐，训练你的身体啦。伊讲哦，伊早时啊吼，以前呐爬去你五楼了，对啦。免两分钟，伊就爬到啊！免两分钟哦，起码讲爱爬差十五分啊，才爬到。伊才三分钟爬一站啊，啊，就哪休哪爬哪休啊。为什么诶？心中未肯定啊！心中未肯定啊！啊，起码未肯定了，就换下晡时啊，换因翁去哩啊，伊就未搞紧去哩，讲我搁爬起，我明就休伊，我来。嗯，因翁心中靠有那个对啊。哎，因阿妈是爬一座啦，嘛无拖爬两座啊。阿公妈个差异个好啊。哎，阿无变咯。好。所以乡亲那边老婆说，这个心脏的问题哦，咱来细致啦，啊，咱来细致，因为你即阵那呢，像咧喘大心气，还是讲一擦一胃会肿无？这拢一个手尔咧。胃一日遐个咧喘呐。迄人哦，那生歹命啦吼。对。还可以当拖一段时间，甚至个也好。哎呀。安尼心脏唔是呢？心脏要闷起来，你身体搁外用五分钟就无呀？一个手尔，五分钟尔啦。好，咱那个静啊，是不是？我讲要去佛堂啊，有经过因的门口，啊，要出去啊嘛，歹势，会再搁一个，会再搁一个。为什么看安尼吼？因为哦，即马早暗的温差差伤济啊，
早暗的温差。会知啊，较凉凉啊。啊，咱人的身体吼、哦，适应着这个温度，少年的时阵哦，伊咧适应的能力较强。无问题。咱食了，咱无多啦，咱无多去适应迄个温差差伤济。那拄啊有一个早啊，是一点暗，衫裤未记的塌，啊是半暝起来放尿起来便所，啊就危险嘛。心脏，哎，就是安，会知啊！我气候当要当啊，我搁专工，厝边啊有熟识我有甲，我有甲，啊，今日我问厝边啊人，讲心脏哦，哎，哎，都讲心脏啊，哦，迄个两公斤的代志啊，啊，长车当来，所以这要当个什么发生拢唔知影咧，啊，伊好好呢，好好的人，我大家在我那迄个，我还搁看伊在散步呢，哦，那不是啊，熊熊啊，熊熊。所以这就是我的担心的嘛，我的担心的就是安嘛。我有一个朋友啦，我一个朋友，因为咱是急性死亡的啦。迄年拄啊好，四十九岁啦，啊，着买厝，啊，囡仔读册，啊，搁爱顾是大人，啊，搁爱买车，搁贷款，伊压力阶段。但是趁钱无趁未使，四十九岁算啊个少年啊。对，爱趁钱啊！你敢知伊安那趁？早当时伊就是哦，早时暗时啊，差不多九点十点的时候，伊就去酒店弹琴。哦，伊咧弹琴的。琴师啦。琴师，啊，伊买一台客轮车，啊，你弹琴声买客轮车，伊客轮车就是讲，伊若下班了，顺耍在酒店内面的少爷甲小姐下班。个趁车坐啊！个趁一摊咧，啊，趁一摊了后，伊就开始个走，起来走，走到中昼十二点，较等下洗身躯困，困到阴暗八九点，才阁起床。日夜颠倒了。伊等于种等于安尼咧过日子了，就。有一天透早时啊，五点外，伊在宵夜要等伊，面啊钱顺顺爱讲，你过来甲我开车，我无啥看，你甲我载来病院。伊转人落车过来后边坐，叫少爷，少爷坐伫边仔嘛，拢爬过来开车，讲哦，驶足紧嘞，驶去咱高雄大同病院，大同路个大同病院，到急诊室都无影。心脏？叫脉活来都无影。遮紧着？心脏就是安尼嘛。哈！你看咱台语歌王，咱个过去无老师，对，一首《小肉粽》唱到即摆嘛解唱。但是伊在这首《小肉粽》舞台顶结束着伊的这舞台生涯，嘛是心中。啊，伊敢无用？用。哦，对嘛，但是心中买落来，什么人都唔知啊。你甲医生讲，医生我当时的急心，唔知。医生讲你咧空壳的，我家己都唔知，我当时的急心啊，搁你。干那会当提早做但是，你会急心未急心，有介侪现象。咱就比如讲，有当时啊，你看介侪老人，喘一个大心气无？啊，这气也无开就无用呢。啊，咱人的生命是呼吸之间尔嘛，啊是讲平常时哦，拢白白无吼，杂杂白白，杂杂啊无，有诶严重过会胃会胀无，啊是讲咱咧惊着路段平平喘，这个咧喘啊，你啊惊病路来喘，你着忙爬楼梯啊呢，对，啊坐着咧喘啊，迄拢无咧运动诶人啊，迄一寡咱身体有病痛啊，会老大人，你看伊若互外头伤哦，甲伤个人袂喘啊坐凶。啊，你介济，你病看就知影。无赖你呀，啊，心跳足紧。所以讲来讲去哦，老不生，咱爱顾心脏，啊，顾心脏较早人，方法唔对，什么用？食心补心。哎啦，用猪心啦，啊，煮什么？青叶啦，啊，落炖个猪汤啦。方法。啊，无啦，嘿，你心脏啊未好，你油伤多呀。哎，胆固醇。哎，唔对，较早人就是观念无啦，啊，咪方法歹啊。嗯。啊，观念唔对。哦，所以咱有正确个方法兼观念哦。今仔日哦，现出事伫电视机头前个乡亲个朋友，来去佚佗，咱莫插伊啊。好，等恁离电视头前个遮个好朋友，恁若有心脏个问题啦，咱个安尼像阮平常时着安喘气会憋会插会胃会胀哦，啊，真够喘，咱爱赶紧啊顾好。掌握一个观念方法到你哦，差不多三五天啊，你家己哎，真正有差呢。嗯，即摆爬楼梯较袂喘啊呢。心脏继续有力。嘛，较袂遐惊吓。咱来顾心脏，啊，人较有胆量啊，好唔好？好。等你心脏够用起来，人就胆量就出来，好唔好？人就健康起来啦。啊，讲话就像婴儿嘎嘎叫啊，好无？嘎几工诶？来，无牛干宝贝。哦。身体健康，真巴哩。照我来顾心脏。
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做好第三剂 COVID-19 疫苗。打疫苗进程都爱食五百、困五百，确定讲家己身体状况确实真正常。长辈摆有厝的人，或者照顾的人陪伴伊哦。到打疫苗所在哦，会有医生甲你评估，假使咱有啥物问题，嘛会用请教医生哦。千万甲避起来，打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就用等于厝的休困啊。等于厝的了后，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加休困、加啉水。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参照我呢发烧发超过48点钟的时阵，哦，感觉讲呢喘气喘袂哩，会晕、会晕，心肝头跑不出，啊，佮全身的起疹毛，咱来赶紧叫厝的人，带咱去医生看啦。我是陈小芳，请你跟我同款，手分闭起来，来去注疫苗，提升保护力。来啦，你惊过头啊？人惊40后啦，上40了后，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哦，即马冬天到啊，咱即罐即个足感心的，你一定要甲对咧。来，相信张辉啦哈，归安同的啦哈，足感心，哎，谢谢、啊。这是咱第三代呀、啊。第一代叫做心脏宝啦，啊，第二代叫心脏好啦，第三代叫做旧甘心 ，Q10 旧甘心。我今仔大优待一个，一罐1000块。啊，今仔个一个好康啊！哦，够有好康的哟、哦。哦，真的好康。嗯，来我讲，两罐2000对不？2000块，赶快上两罐。老师上你两罐，买两罐，上两罐。来，阿蔓越莓，我给罐。讲一罐感情卡未散。蔓越莓，我上一罐。老师，你要搁上一罐蔓越莓啊？不是，搁要，因为咱的足干心要搁加一罐。昨天电话沟通，老师搁加一罐，我搁给你加起一罐秋天蔓越莓，那个足干心送给你啦。哎呀，安尼才开2000块。安尼全部卡开一。2000块，上干哪啥嘞？我今仔日哦，知影要来介绍咱的足感心的哦，对，所以我有甲阿母要求到20位啦哈，20位了，咱的福袋，20位之前有教咱的福袋，保一个平安哈，笑过来笑过来，来加3号机来，有，咱诶一组，除了送一罐咱的足感心，搁一罐咱的蔓越莓。以外，咱搁一个福袋，互你保平安啦哈。但咱的 Q10 足感心才有俩，其他啥物是无的哟。0800012589的电话啦。什么人要做第一位？北部5组，北部啊，中部5组，中部，南部嘛5组，好，花东甲平湖5组，安怎20组啦？真20组才有优待。真真多人拢爱用 Q10， 咱若年会有来，咱早暗一粒就好啊。足甘心。咱的 Q10 足甘心的，你唔免食济啦。好。早暗一粒就有够啊。对。啊，那无啥。一组食足久。哦，这一组安尼。食3个王位。哎、欸，食3个。这开2000块啦。那无啥，来我这个就是赶紧啊。好。什么人要做代表？北部5组，中部5组，南部5组，华东平湖5组，带20组啦哈。今日怎么考？怎么来？跳过来，来，来，带过来一个哦。咱那那母娘要送哦，要那个含咱结缘的咱的福袋哈。对，啊，这边保一个平安哈，哦，保一个平安吼。对，哦，来，好，哦，来，我这个日子。这是老师加持过来，底下搁有母娘的宝物哦。是啦。你可以等下吼，当吊在咱门窗顶啊，再是讲了吼，吊在咱的车内。这你呐，吊在咱的房间吼，咱咧困较安稳。哦，马上吊。吊在客厅，电梯保平安，徛家平安呐。对。吊在车顶，让咱出去平安呐。嗯。做生意的吊在生意场，恁让你感谢你去。老师向蛮牛球诶。哎呐，啊进电话日子咧。我见到进20组之后，有得名啊。20组啦哈，咱那个足够什么？咱早暗一粒就好啊。好。哦，早暗一粒就好啊。好好。这拢无电话。啊，伊当然是有其他品牌 Q10 嘛，是可以啊，人要叫吗？哎呀，那会使来嘛啦，你好。喂。我带台灯，我要做。一组交得福报啦，来一双谢谢啊！是你，我无骗啊，这一个月介绍一百年，有，就是今仔日，喂，哎，哎，我拄好有买迄落诶，来小姐，你甲小姐讲一双，来谢谢啊！今麦可能要搁加一组这一款啦，伊买健身了，今麦买搁一组足够钱啦。哎呐，安尼都做伙行的，免加两串哩。哎呐，安尼刚刚买 Q10 呢，有送咱的母牛福袋，来其他上面是无的。除了送这两罐以外哈，嗯，咱母牛的福袋有一个要给你保平安，老婆生。即阵咱大家唔敢讲要添福寿啊，保一个平安较要紧啊。伊内底有母牛的宝物。来你好啊。哎，嗯，张辉哈。哎，三山。你好。哎，你好，咱住里头。哎，我住永和。来三山母牛的宝物。来你好啊。喂，嗨。哎，你好，咱到位。玻璃，来，谢谢玻璃啊，谢谢啊。
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就太，然后来五山宝牛，给你保庇，哦，谢谢啊。你看两千块摕着，咱这个福袋过会好啊。来你好啊，你好，哟，张辉啊，哟，啊，我给你买起来，都还未寄来呢。小妹，你给小姐讲，来一双一双啊，谢谢。喂，哎，你好，喂，哎，周勇，周勇哦，今天是上这两罐以外，搁一个福袋，给你保平安啊。啊，来二双宝牛，给你保平，谢谢啊。这是老师特别向咱的宝牛求的哟，你有钱无当买呀？这无得买啦，你两千块摕到这个过好啊，你请一个新的加持，免开钱吗？三千六，老师拢无给你收，咱钱完全拢无。无啦无，来啊，赶紧来。0800-012-589的电话啦，等于看有对，算真正有福报啊！今仔日有个人去佚佗的，啊，有个人真无咧看咱的节目，对，真正是拍算，做无福报啊！啊，咱老婆仔咯，你有看到你电话赶紧拍通啊！因为咱加送这两罐，以外佫送一个牛福袋。是啦是啦，我才个日子呢啊！哦吼，啊，咱一个月介绍一百年咧，佮三分钟得啊，好，佮三分钟啦，咱北部三位，啊，中部嘛三组。啊，南部啊，三组，安尼个高组呢？纯粹啊，高组。0800-012-589的电话啊。意思就是讲，咱的福袋纯粹要高有用呢。个纯高诶呢嘛。好。九个福袋。剩九个福袋。一组给用一个福袋。啊，你其实你买等你早暗一粒。好。你即阵后咧食八种产品，这会使甲南组食无要紧。Q10。哦 ，Q10 甲南组食啊。来，你好。喂，嗨，两位老师，我要一组。好的，来二串保留给你保管，谢谢啊。来，你好。喂，你好。你好。你买一组敢会使哩？对啦，迄个金金嘿。好，来三串，谢谢啊。哎呀，你买一组会使呀？哎啦，咱都拿迄个拢会使啦，开袂使。哎啦，哎啦，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你好。来，咱到位。哎，这个。这部小姐好吧？啊，来一双。这部小姐啦。啊，来，赶紧啊！空一零五八九个两分钟啊！个两分钟啊！恁的福袋特别无啊呢？这是老师啊，恁特别向某娘求的。咱的福袋吼，加持的，这不是讲啊，我摕一日来调特别甲保平啊，不是安尼。更爱加持。这爱你某娘的感情，加啊某啊变加有啊，你啊博加有杯啊，加加持落，加咱加有法多靠落用的。啊，你也无加开钱啦哈？无啦，拢掉开咧。啊，搁五周年。好，搁五周年。搁五周年。福袋搁剩五位啦。来，你好啊。哎，来你好。嗯，我要做。秋天。做更新的来二线，谢谢啊！啊，存三加一，来你好，喂，来你好，嗨，我爱一组，好的，来三线，无牛给你保平，谢谢。三组，啊，存三人去了哈，对，无啦，无啊，你即阵爱电话赶紧拍，我再个二二赶紧拍，你个有几个无当买？北部一组，中部一组，南部一组，多三组，最后三组，新人靠福报的福袋，电话赶紧拍，同存最后三个，今晚。喝酒的真正顶猛底啊！哟，啊大王啊后啊！哎，大王就是你呢！赶紧的0800-012-589的电话啊！两千块摕着，咱这个福袋过会好啊！何况是咱还够有 Q10 一组来摕当啊，互咱吃。咱来囡仔啦，你做生意咧开店哦，你这个摕个吊一点店来哦。你和恁囝家己讲得，伊就家己讲，家己学落。啊，你若是咧困的时阵，可以当在你吊你蒙床边啊困。啊，对啦对啦。好，咱咧做呀。一位小姐哦，你找无头路，无啊，只个一个病的呢，伊会再甲我讲，一道就找着。哎，做牙哟，好，个样去上班啦哦。来啦，赶紧的，个一分钟俩，个几位，三位啦，个最后三组，三组啦哈。某娘的福袋，个从一分钟三个，这三个上福报的，赶快打电话，就是你啦。这袂使无哦，这第二这袂等阿公婆做一只。好哦，咱年会有个人，那这拢一定爱甲对呢。一组食介久？无，有那个安尼，你咧捧的啦，还是做一样的，袂使钱啊。哎，有当时啊，协会袂付呢。是啦，好啦，啊无，我来分吹，安尼卡电话啦。但是佫剩三组。啊，佫三组啦。哦。这三位人客拢互小姐接啦。好。电话拢小姐接啦。赶快，咱送咱的蔓越莓一罐。也啊，咱的足钢筋嘛送一罐。啊，佮咱的福袋。安尼全部2000块一罐。好。咱的福袋佫一粒，你结缘啊。老师加持过。保庇，互恁全世囡诶，大细囡仔，大家平安啊。哦，伊给咱这个施舍遐，你要卖掉。哎，来赶紧哦，来你好，喂。你好，我爱一组。来一双，谢谢啊。啊，你搁剩两组。来你好啊。哎。哎。来一双，来谢谢啊。来，啊搁剩一组啦。啊，剩最后一组。0800-012-589，来一双。
电话。对、哦。哎呦，谢谢。三号的。秀山老师真正赞你啦，免开偌济钱。要得跟你讲，你有平安，有健康，有福气，要对吹呀、啊。来啦，老歌啦。师兄，咱新北市的新朋友周小姐点播歌曲。为着咱保留慈悲的心，何时能保留当天照明？一月只加一百块银哈，一天三块外银。保一个平安呐、啊，都像去庙里拜拜，买一个金纸安尼尔。其他拢无加开。其他都无加开啊！哦，啊，咱那是讲厝内面有老大人，规年冬天拢咧看医生吃药，身体无好诶。即咱阿都先阿都灵啦吼，求一个好姻缘啊，看到好医生，吃着好药，啊，咱身体才会健康。吃鸡那袂平安的吼，咱官司意外一大堆，爸囝母囝阿公兄弟姐妹啊，足够吵。吵吵闹闹。哦，这家吵蛮事件。爱好吃。啊，是讲查某人啊，拄啊少年的时阵，啊无细字囡仔叫八家老的。怎么办？啊，这业主嘛该当。好吃一个。啊，这哪爱处理？哦，这按那赶快一月只一百块啦。你想话讲处理盈盈什么货有诶无无啦？哎，免你免烦恼迄啦，都工课拢交代我得。
尤其是查某人啦，少年的时阵啦，吼，啊离婚，离婚了算未记施工嘛，安尼你若出门了，你就起起尴尬，介些代志都拢未顺啊啦。啊，这个时阵要安怎？扶持，咱爱扶持一个啊，张飞啊，帮你处理。同款有哪一个月开一百块钱？其他拢无加开哦。无够加开啦，无够加开。啊，要哪扶持呢？咱那电话拍互通啦。你即摆电话敲即通电话，敲互通了后呢？啊，你都拍互通啊，咱那个小姐给你接听，抄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然后呢？啊，了后伊就叫单给你，叫单给你，你去西门全家 OK 来尔付的单叫。你拢免签名，免等于哪免取消伊啊？是啦，是啦。啊，咱今日查三位哈，查三位，来赶紧的哦，0878790880的电话哈、哦，来你好，哎、欸，你好，啊，我拄只有甲迄个小姐讲，讲要来一算一算一算，哎，唔是讲个时间再来算啊，对啦，咱即摆好钱时间，好钱时间啦，啊，咱保一个平安啦，你若像讲囡仔伫外头咧做头路，还是伫国外？咱用伊个名，用恁兜个主持，咱会就会当来甲做功德会。因为这是看咱甲咱有关系，所以用咱个主持就可以了。啊，是咱个亲人，哦，咱像讲有一个家庭关系，咱个亲人啦，都往生去个亲人。伊在先做好做歹，卖阁讲啊，咱卖互你遐受苦。同款一月你一百块银，咱逐工拢咧个赞经做功德会。对，哦，啊，回过来出去做人，好好来修安尼吼。所以今日咧，阁查三位哦。来你好啊。张伟呀，你好，我要好吃啦。哦，功德无量，无量给保平啊。嗯，身体健康，长岁寿好。来一算，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我像生啊，囝拢有半年半年啊。我这个是妈妈，很美秀。好，你喏来一算，无量给保平，身体健康，长岁寿好。来，你好。喂，你好。你好。哎，阿你张伟不得掉啊？我就是啦，我就是啦。哦，你就是哦。哎、欸，我听你讲话，你唔好看电视，你爱听电话，我伫电话内。哦，爱听电话哦，安尼我是讲，我看电视呐，你若不讲。讲重点，来讲重点。安娜，安娜。无啦，我是讲要学习，你讲要赚一百块诶。哦，啊，我帮小姐给你做登记，无让个保平身体健康，等会休息下。谢谢啊。来，你好。喂。哎，你好。你好，我想要参加车呢。哦，啊，麻烦小姐给你登记哈。哦，好好。啊，无量给你保庇，你身体健康，长寿。哦，大家健康，大家健康。哎，谢谢，谢谢，谢谢哈。你好，我那边。哎，你好。喂，嗨嗨。你系阿辉呀？哎，阿辉啦，系啦。哎，哎呀，我这边就报信。我叫伊。哦，来五山宝娘，给你保庇啊！身体健康，长岁寿啊！哎，来你个喂，拜谢拜谢啊！有好钱啦，菩萨，明仔早早去老师家回娘家，第一件代志呢，就是讲宝娘病啊。我着头路险，我着敢病啊！嗯。啊，第二遍咧做功课时阵，我会病第二遍。来做回向。第三遍，我食咱主任的名，落去所问，搁病第三遍。再搞搞。由咱阿母来甲咱做主任。哦。啊，你一工才开三块外银尔。对啦，一月一百块银尔。而且你嘛无加开呢，你是干买金纸尔呢？啊，他就是休金尔啦。休。来，你好啊。喂，你好。有有。张飞吗？哎、欸、是。哎、欸，那个我要订那个 L。你先等来一双，谢谢啊。来，你好。喂，你好，我的好奇点点，中中点点点，好，无牛该保平啊，身体健康，等会收，来二线，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我还没投资资料，你稍等下三线来，谢谢，咱投资者那是补财库呐，无还没补掉，人爱赶紧呐，补财库，哎，咱咧补财库呐，还没补掉，爱赶紧，啊，你即摆买当补财库咯，补财库恁一分吼三百块尔啦，哦，一分三百，一分三百。咱若是讲有咧做生意的，有咧做业务的，啊是有咧算数字的，啊是咱若有咧补财库，咱老婆生咱的老西客，未去当掉，咱就收费哦，安尼啊。啊，少年老咧食头路，你会当帮恁的后生查某囝的新妇呢来补一下财库，因为工课你就较顺利。较顺利，较啊顺利就有钱赚啦。当然。哎、欸，那你好，喂。你好，我要好吃。无牛该保庇哦，身体健康，等会收。哦。来一算哈，谢谢。所以你若要补财库，赶快咯，你即马就要靠通了后呢。咱小姐伊会甲你抄你的电话地址姓名吼，嗯，啊，伊会寄单互你。啊，你若收到单了后咧，咱来去西门全家 OK 来有负责当叫啊。唔免签名，免登记，那免取消费啊。同款哦，啊，咱就一月你补一摆，咱的个财库一月你补一摆，咱定定你都有钱通开啦。一个月开三百块，够一下财库的。来你嘛，喂，
喂，张老师哦，啊，我要报债哦，无你给你报，别帮我给你报表，你再往公斤啊，哦，来二算，谢谢啊，这报债赚大钱啊，哦吼，这有钱上好诶，人差差差你，啊，这个是伫咱福爱福当家，诶，人差差差，啊，所以呢，咱报债口呢，吼，嘛是伫咱家咧报，按别讲话该灵感咧，嗯，行为显赫，按别讲话，伊那发威了哦，你真正收益开未了呢，真正，啊，我平日。诶，早当时诶，一天拢几千人诶。嗯哼，你看迄个直接咧用救生，咱咧监管部。哦，我底下咧底了啊。有啦，有人看我东西。好呀。喂。嗨。张辉吼。啊，你好。嘿，我要报债卡。哦，别讲啊，给你保庇，和你在员工真赚大钱啊。好。来一算一算。哎，好。咱若有咧做生意诶。小生意的人哦，你财库补补，连工做大生意。哎，啊，大生意的人，大生意赚大钱，让你愈旺愈旺。哦，会记钱哦。啊，你，你讲啊，介济人像阮，咱有一个老婆婿，因囝哦，是咧啥？伊咧，因囝咧做业务咧卖车。哦，卖车。伊讲真卖到无车，通个交互人咧。哦。讲你若订车咧，我两三个月够用咧。好哟，生意好甲变变叫。来你嘛。喂，我要点迄落，即落啥？保债库，嘿，保债库，保债库，嘿，别讲我给你保庇，我你赚大钱啊！哦，来二算二算，谢谢啊！咱哦，你若讲保债库要开几多千，开几多万安当面啊？啊，你开一个开300块。那一份债库，债库金我得给你处理哩。哟，啊，无恁恁去拜拜嘛，是赶快买金错啊。300块个买袂开啦。开啦，你要保债库，债库金你300块买无啦？买袂开。啊，伫恁只那个用安尼吼来保债库，放心嘞，吼恁老婆神拢财源滚滚呐。那咱来做功课啦吼，啊，你直直继续拍啦哈，哦，啊，这我接就好啦。那是你保债库。喂，嗨。恁今年保债库吗？对啊。别讲我给你保庇，你赚大钱来上山，谢谢。那你好。喂，哎呀，对啊，会员同哦，也对，啊，我保贷款，好嘞，保牛，别讲给你保币，赚大钱四双，谢谢啊，那你好，哎，嗨，张辉哦，有，哦，我在等，等等啊，我，嘿嘿，我知，哦好，别讲给你保币，你赚大钱，哦，来我算我算，来我来做广告，恁等下继续拍哦，来。主席张惠理家来恭请咱保娘主笔主管普照来跟保庇哈。在咱这个邦桥区金门街47巷20号2楼郭俊行，邦桥区叶文街225号2楼陈瑞普，台北台大病院4栋14楼17至1号林如峰，北投区中和街40号8楼至27贾冠娥，林。林安区新公路62巷12至2号28楼林素金，过来咱的台北主治病院8A26-2病房，咱的单主任陈志燕，淡水区民生路124巷2号2楼张碧林，中华基督教病院6611病床，咱的黄进山，啊，过来就是咱的屏东区华夏路31号谢雅婷，邦桥区双十路38巷1弄7号5楼李正明，大寮区琉球里啊，这个巷尾路78至18号戴老秀珠，大邱九东里中兴街91至1号郑淑惠，台北市大安区林江街109号林志成。啊、哦！你家从车保留储备，来给恁保庇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那么呢，再有加几位来给恁保留冬天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潘金竹、石周素金、素丁、丁玉燕、林顺良、林佑泽，共6个月。吴秀珠5个月，彭桂海4个月。吴正敏、赵英良、郑淑芬、
陈永玉、陈佑珍、王兴、王信哲、王景宏、尤无尊、洪美玉，各三个日功德无量哈。三位再来恭请到咱宝娘慈悲主光菩萨来跟保庇哈。我哋当正福消业消灾延寿增多光明照亮通地界通弘扬化吉界圣像，在愿广济万寿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即摆来进行到咱的智慧龙语。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巾方为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龙语这个单元的时间，大家非常感谢。在我们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我们诸位先生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就要和我们作为在做这个功课。小人请各位这家今天的功德，我们来回向我天顶在飞，土脚在所，水灵在受的一切众生，也请把今天的功德回向我在过灾民，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把今天的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阿公，我们的阿嬷，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回向我们在外面读书做工作的孩子，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手里的修炼主，我们请给我们主请起来，我们主人才相求合掌，心观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昨昏啊，这个话题哈。昨讲到着咱的一切众会啦，一切众会呢，包括着咱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来参悟着这个法会，拢总是咱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大会当中啦。善根菩提布施孝量功德轻重，讲到咧地球顶管家的人受福报的一个轻重，那菩萨你嘛参加在内哦。讲地听地听，地听来讲详细听啦。地藏别佛言：我爱世事，愿乐欲闻。讲我对着这件代志真疑惑啦，啊，非常的欢喜。唔忘咱的世尊为阮呢来说明着这事实真相啊！以念佛提人明行布施者，必报升天上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咱的福报大到着天上伫咧享奉呢。我看你看咱大家，唔是护持啊，就是补灾苦。自家的经费我们去做善事，这就是我们大家人的福报嘛。所以世尊来自我们这个天宫啊，在讲到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的轻重，不在人间在讲的，没人间讲，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意思来把点出来，让我们大家知道。当地听者夫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请财物无常，五家争夺，凡夫吝啬，米有下心，虽属车离甲木，兄弟斗强，惯俗歪理，亲平计转，故使得失听酸施福。这就是讲佛咧甲地藏菩萨讲，讲南阎浮提有诸国王、斋破大神、大中正、大刹利、大婆罗门等，拢总是咱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来布施的人啊。
那去拄到上界下上界最下贫穷的，讲乃至龙残暗哑，龙齿无目，如是种种不顽固者，这就是布施的对象。不顽固者来讲，咱身躯顶有欠缺啊。啊，这个福田呢有三类啦，第一类叫做悲田嘛，这个是世间上界可怜。这些人过去过一生当中都是无修福，虽然来做人，但是生活非常的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咱应该爱用着大慈悲心，咱大家尽心尽力来帮助到这些困苦的人。有咱的经典观有讲一句话。要低于前世因，今生修者是；要低于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低啊！这个正福德福如影随形啊！这个是咱的大国王顶哦，这个欲波斯的时阵呢，讲玉莲故大慈悲心含巧。哦，亲手骗布施，吸素人施，软言为牛，是国王顶所吸福利啊！如布施，必行河山功德之利啊！这就是咧讲着世尊教咱要安那应当用什么款的心，这个心态安来修这个布施。这个定定的是所指的。这灾破大神中正差哩，婆罗门顶，你咱社会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的人啊，应当都要受布施，做会到的人爱做。佛在咧讲嘛，有福报，咱应当爱含咱一切众生来共享啊。安尼，这个福报唔知系佫愈大。你像咱，我着较讲嘛，要讲到咱新北市的张书记就先，伊有福报。叫你讲，伊啊，伊免做人，伊也无亏欠人啊。为什么伊要搁做？因为安尼，伊的福报会搁愈大，安尼一件件顺顺代代，件件顺顺，安尼一代一代一直一绵延落去呢，永远拢享受不尽啊！你那是贪财啊，当生啊，只吼提供予你个人享受啦、啊，众人福你福报足大啦、啊，你即世人永远都完啊，后世人都无福啊。有的人还没死就永远了，吃老就扯老皮了，也够多，你都有看到嘛，就没福报。即使你没对你去恶道啦，在人间有哪是做贫穷的，资金不济，咱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嘛，所以咱应当要修这个福。富贵的人哦，会当修福，贫贱的人呢，也会当来修福。将来得到果报是平等的。迄好嘅人咧修这个福，啊，咱善良人来修这个福，咱得到是拢平做啦。只要是尽心尽力来修啊，果报拢总是圆满的。欲布施时，即、這个行布施的时阵，实在讲，布施是一切是一切处不可间断的啦。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款的心来帮助别人。有要敢帮助，心不甘情不愿，那都免做嘛。要做，等下欢喜做嘛，对不对？但是慈悲就是平等心、清净心啦，伊就是无分别嘛，无执着嘛。所以对待一切众生同款，有那是一个爱心嘛。啊，什么叫做下心？下心就谦虚，就是讲对人爱尊重，无有私好。骄傲傲慢的这习气，更不可能有那个傲慢的态度了的。那么亲手骗布施呢？这件代志哦，亲手去做了。些素人师就讲，家己无法多亲自去到那个所在做，来行这个布施，就派人去做。啊，来软言为牛呢？就是讲和颜爱语安慰接受者布施的人，
是国王殿所获福利，如布施必行河沙佛功德之力。就讲大家拢知影，咱布施供养佛的功德上界大啦，就亲像恁的护持同款啦，这上界大啦，真欢喜来供养佛啊！你那所获的供养贫贱贫穷之人，那么对因的布施，你获福报，甲布施诸佛如来无两样啦。所以咱对着诸佛如来布施，就是真极虔诚恭敬。这种的心态，你若依着这种心态来对着咱较善解的人、较困苦的人来甲布施，你的福报是同款大。我今日布施，互幸福的心，自迄个心来布施，即善良人也嘛介好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平等心嘛，你得到的福就是平等福嘛，真正是境随心转嘛。所以真正合福，爱想到着即世人做福，一定爱把咱的一切众生当作家己过去的父母，未来祝福众生当中若有贫贱的，过去生当中无修福的，也就是咱过去的父母，咱以同款的心，真诚清净平等的心来给孝顺，布施供养就是孝养父母嘛，奉施诸佛嘛，哦，何以故？因是国王顶，伊是最贫贱辈及不亡古者，发大诸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必清行中。上帝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啊！时间的关系，今仔讲做到这，咱即摆做回向。张伟念一句，听到我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像这样，那个地方开，这两嘴、三嘴、五嘴，甲吞，未扎的问题爱记一路，吞一嘴，念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您这不能看电影，这不看刷电影玩，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火，般般祸患似水消，福愿母娘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人家道上小当我上点白花去心暖。
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